某杂志拍摄的封面主图曝光，在灯光摇曳的妓院走廊，照片中李梦一袭丛林立长裙，勾勒出玲珑曲线，垂眸婉转间大气优雅，俏然流露，在光影中展现自由灵魂。拍摄间隙，他微眯着眼低语：“希望有一天醒来，我能看见清晨的巴黎，阳光穿过巴黎的早晨打在我脸上，然后我会忘记午夜巴黎的美好，开始新的一天。”新生代女演员李梦首次与贾樟柯导演合作电影作品便得到认可，近年来相继在电影《解救吴先生》《少年巴比伦》《夏天十九岁的肖像》中都塑造了个性鲜活的女性角色。在即将与观众见面的电影《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》中，她又尝试挑战新角色，令人期待新作品中的演绎。